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哎，我们把圣经打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从23节。读到25节，从23节读到25节，找到吗？来。1、2，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咱们继续来交通神的话、人的话和鬼的话的区别。多赚点钱以后给自己有点，是不是啊？留点过河的钱，留点退路，是不是？多赚点钱。这声音也可能是个意念，也可能是一种声音，就在你心里头回荡着。是吧？是。这就是谁的话？魔鬼的话。对，鬼的话。为什么那个魔鬼是叫你防不胜防的？他可能就是在你意念中间突然给你一句话：多赚点钱吧，别再傻了。年轻轻的不赚钱干什么？是不是谁不赚钱？你不赚钱，人都说你傻的，是不是啊？是啊。你就赚钱去了，你赚钱去了，听到的时间也没有了，没有了；聚会的时间也没有了，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了，是吧？读经的时间也没有了，赞美的时间也没有了，都被魔鬼用世界的东西给你夺去了，是不是啊？是。下面说，人若赚的全世界且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赚世界就是赔生命。是你得拿东西赔呀，你得就是等于把生命往哪，往世界中间赔。这是耶稣讲的话，人若赚的全世界且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是哪个重要？生命重要，是世界重要。生命造物主重要，是被造的世界重要。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造物主比这世界更重要。你抓住造物主了，什么都有了。是你没抓住这个造物的主，你想抓世界肯定丧生命。是不是啊？是啊。我上次在腾中那讲到，我举那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举个例子，一个师傅有两个徒弟，一个大徒弟，一个二徒弟。这师傅可以点石成金，什么都能做。这师傅可以，他说全能的。最后他家那仓库都满了，点成金的了，徒弟就找人雇人，就往那仓库里运。一点拿一个拐杖，见了师傅就点，一点就成金子了，就往他家那仓库里运，运的参加的仓库都装不下，又盖了许多的仓库往里装。有一天，师傅对两个徒弟说：“大徒弟、二徒弟，今天师傅教你们的本领已经够多的了，就有一样没教你，点石成金这个没教你，其他都教给你们。”你们可以自己离开我，单独出去吧，去收徒弟。完了，大徒弟在那里想一想，师傅啊，我们现在出去了什么也没有啊。师傅说有仓库里边全是金子，你可以随意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大徒弟去仓库里就往外拿金子，装装装，那金子沉不沉？沉。重不重？重。金子的比重是很重的，所以他就装装装，装到袋子里。
装了半袋的，他就有点拿不动了，就压把那腰就压弯了，离开了师傅了。师傅看他那背影，就渐渐的离开了，走了。问二徒弟，二徒弟，你看你师兄不是拿着他的银子，拿着他的金子走了吗？你为什么不到库里去拿呢？二徒弟一下把师傅抱住，师傅啊，我不要金子，我要你。我不要金子，我要你，因为你是全能的，我要你。我要金子有什么用啊？我又背不动。我把你金子花了，我上哪去？是不是？我上哪儿找金子去？是不是？你是全能，随时随地都能点石成金的。你走哪儿，我花的我不用愁了，是不是？我吃的不用愁了，我用的不用愁了。你是我师父，是全能的。师父心里得安慰了，我终于教下一个真正的徒弟。是啊，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徒弟。是啊，真正的抓耶稣的人有多少？没有，没什么。把这个耶稣基督所造的万物看重要了，只是抓这个世界，不要耶稣了。是，是不是得丧掉生命啊？是啊，丧掉生命，因为你没用了，不丧掉不行啊。隔几天得个病，主啊，都得病了，一下得个癌症，得癌症就死就哭啊！哎，为什么我这样信你？这都恩典，我信你，为什么得癌症呢？主说你没用了，你天天在世界上，你跟我也没有亲近的时候啊，是不是啊？你爱钱比爱我更重要啊！是，你爱世界比爱我更重要啊！是，人的心，你的心全在世界中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全跑世界中间的，是不是？是。爱世界正好是，赚世界就是丧生命。听明白吗？世人写的字儿就心亡了，对不对？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赔生命啊？是。啊，赔生命，赚世界就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是。你看，丧掉生命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第25节，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你拿什么还能换生命呢？是赔上自己的。赚世界赔生命，不赔生命吗？赚世界是不是赔生命？是啊。听懂了吗？听懂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话，这主耶稣基督说的话。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不信的人才赚世界，使劲赚，因为他有了他不知足啊。他在哪里活着？肉体里活着，是不是？他不在生命里活着。但这个给你这一年多赚钱呢，正好跟赚世界主说赔上生命这一句话正好是怎么样相反的。你一定知道这出于谁？魔鬼。所以今天要教你区别哪一句话是从鬼来的，可能圣经上没有，从你的意念中间突然蹦出的意念。这不老了怎么办？一旦得病怎么办？没有钱了上医院怎么办？很多的怎么办？是不是？耶稣就是你怎么办的答案。耶稣是不是答案？是，是你所有问号的答案，是不是？是不是他的答案？是，耶稣就是你的答案。你说怎么办？你信耶稣还用问怎么办呢？我时常看见网上，在那不管在群里发，美国说了，现在使用塑料的就致癌了。我说那个天天使用不使用塑料的，该致癌照样致癌。我就把那个马可福音最后那章经文发给他了，是不是？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是不是？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也不至于死，这话都哪去了？隔几天一个人拿出一张，我就有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食物搭配图，
哪一种食物和哪一种食物致癌。我说你啥也不吃，活活饿死了，太好呢。你说这傻瓜，这食物和那个食物搭配就会致癌，就跟搭配食物哪个不致癌哪个致癌，就那么。耶和华不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是的，是的。警醒！耶和华不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然。是的，是的。他的心都在哪了？在主里面啊？没有，没有。这是不是鬼给的意念呢？是的，是的。在那群里发这个，说是塑料碰到塑料了就不好。那过去那老年人就活了老长时间了，他天天碰到都全是塑料东西，死没死？没死，没死。该活多长寿命是谁断定的？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是的，是的。他叫你活长，你今天你就是什么塑料，你喝了毒物才不至于死。他不让你活长，主不让人活长，人能活长吗？不能。生命在主手里掌管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不要天天被这些意念所掌控的，天天一看，哎呦，我经常吃塑料。用塑料碗，用塑料盆，用这个塑料，不让碰塑料。这是从神来的吗？不是，不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都是人里边的东西，都是鬼借助人的情欲，给你个意念，这个意念就往外发，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是真理吗？不是，是混乱真理的。有一天有人说啊，那豆腐和那个菠菜不能在一起炖。会产生致癌物，我就一个月就吃豆腐，我就要证明一下看能不能得癌症。但我吃的时候凭信心吃，感谢神赞美主，他不能得癌。我吃了一个多月，得不得癌？啊，我那时候要得癌了，现在就看不着我了，对不对？对。得没得癌？没得癌。为什么？你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你的动作气息你能喘几口气，上帝都定好了。你的动作你怎么动作，在哪个地方动作的，上帝都断定好了。气息都他的掌管的，掌控的，是不是？都他吹的，他什么时候要收你怎么知道呢？那气他吹的，他要收他就收你，他不收你自己今天我保证一点，千万别得癌症啊！千万别得癌症，傻，早晚得癌症。这不早晚就得癌症吗？你那么傻，你为什么要癌症呢？你这种方法是属于不信的恶心，是不是？是的。就把永生的神给离弃了，这是给自己要癌症的。是。是不是要癌症？是。就明显给自己要癌症。因为你要救自己生命，一定会丧掉生命。这永恒律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越怕死的越活不长，是啊，是啊，越怕死越活不长。这世人都得到这个秘诀了，基督徒不得的秘诀，那基督徒比世人更愚昧无知。愚不愚昧啊？愚昧。无无知啊？无知到什么程度了？都到这个程度了。世人弄一个发一个地方，哪个地方致癌了，马上就发出来。我这一辈子就不讲究，就不讲究那些。什么都可以吃，我凭信心吃，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不凭信心的，在他就是罪了。不凭信心吃的就是罪，对不对？对。今天咱们是不是凭信心？是。不凭眼见。是。他都告诉你了，你手能拿蛇。保罗被没被蛇咬到？有。在土著人那个地方，在那个塞浦路斯岛上，被没被蛇咬到？咬到甩到火里头去，手被咬到，说这个人可能得罪。神明了，是不是？非得死，最后连肿都没肿，没怎么样，死没死啊？没有，没死，是不是啊？是。信的人，是不是啊？就能手拿毒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至于死啊？这就说明了，就是你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至于死，因为神不让你死，因为你的时间没到。对不对？对。耶稣说我的时候没到，就算他到那法利赛人中间，没到他死的时候，法利赛人能不能把他杀了？不能。不能杀。所以他说我的时候没到，他自己知不知道？知道。天父在他里边明确的指示，对不对？我们能活成多长寿命，不在乎你今天是去抓世界，你抓世界相反是缩短了你的
寿命，算没缩短？算短了。缩短了你的寿命，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你不抓时间，那个人，他拉长了他的寿命。上帝，我告诉你，你今天我给你拉长寿命，就叫你看见，你抓的，该死一样死，是不是啊？是。你不抓的，该不死一样不死。神就告诉你，真正信神的人，叫所有人看见，真正信的人，就明明能死也不死，对不 对？因为他是什么叫死人复活的神？是。对不对？他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叫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神。是，因为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来掌控人的生命，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主的手里头？是，只要在主的手里，别接受魔鬼的意念。别接受，好不好？好好。你接受魔鬼的意念，等于害自己，对不对？对。魔鬼不单用这个，他恐吓你，没事就恐吓恐吓你。但我们现在不是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从前不信主的人是怕死，现在不怕死，不给魔鬼就用这些恐吓你，多赚点钱，多赚点，以后得了癌症了，好能上医院，医院能治疗癌症吗？你这个话不是骗人的话吗？一旦有这个意念，你怎么办？啊！一旦有这意念，你怎么办？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听没听明白？生命在主，复活也在主。是的，因为经上就这么说的。不在乎这多赚多少钱，有的人家里不是没有钱，他有钱，他这个里边这个欲望被魔鬼来使用了，被魔鬼利用啊。是，就天天在这里，丈夫赚的不够，妻子也出去赚，说赚的越多越荣耀神，是吗？是的，是吗？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你现在听到多好，是不是啊？你把集中精力的去听到，你现在得生命那是永恒的，你得这些暂时的，最后你在这个地方见。又上那见，神就在天上看着，不让你见好，你见一下给你吹一下，见一下给你吹一下，你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因为敬畏神比所有的在地上见到都好，好不好？好。所以别中魔鬼的诡计，魔鬼可以用这些意念，这就是出于鬼的话，是不是？意念放在你里边，别聚会了，聚什么会呀？聚会有什么用啊？就给你这样意念，经常记着，不可停止聚会，像个停止惯了的人。不信你看停止惯的人，你再去给打电话，啊，有事儿呢，我不跟你聚了。这傻人，傻不傻？傻。我不给你聚会了，有事儿呢。好了，就有事儿了。打一次没接，打第二次，下面就根本就连电话都不接了。这打电话的人是不是牺牲自己啊？是打一个电话的电话费呢，是不是舍己？是那个被打电话那个人，他傻，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何等重要，挨死死呗，先是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个非，是不是啊？是的。你这人傻不傻吧？傻。这生命多重要，哪像姨嫂似的，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给卖了，卖给谁了？亚哥卖给亚哥。现在卖长子名分有的是，谁卖我买。啊，卖长子的名分是不是啊？你赚世界是不是在卖自己的生命了？是，就在卖自己的生命了，因为你赚世界了，马上就死，离开这个世界了，上帝不用你了。你没有用啊，你没有用，叫你在地上活着一天就是白占地图，是不是啊？是。说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就是指这些人说的，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最后咒诅无花果树枯萎枯干。凡属我不结果的，就把它什么？就把它砍掉，是不是？把它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不结好果，给它砍掉，对不对？对。上帝今天不单单
拣选我们，而且要在我们身上结果子，好不好？好。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果子，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结果就得怎么样？还有啊。那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结果子就是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就使他结果更多。那不结果的就是被世上的金钱、思虑、享乐累住自己的心了，他能结果子吗？就撒在荆棘里头，长出一根苗，长没长？长长被什么累住了？被荆棘给挤住了，是不是？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有什么用了？不能结籽粒了，这无花果树不能结果子，怎么办？砍了，砍了代表什么？死了，是死了，是死了，得个病死了，有的那个折腾好几好长时间才死，这好像主啊，快医治我的病吧，医治好我的病呢。我好侍奉你，我从此以后要不抓世界了，就有人就这么干。哎，主给他医治好了，死了我就越下世界去，下完那些病又来了，来了，主啊，是不是啊？又开始求主了。主说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了，干脆你就死了得了吧，没有用了，不死干嘛？是啊。是不是啊？是啊，都没有用了，不死留着白占地图，是不是啊？是啊。说没说那无花果是白占地图啊？是啊，白占地图没有用，上帝招我们都是有用的。是啊，如果你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招你有什么用，你就使劲抓，你的生命不长，你生命不长，神永远都不会使用你的，最后把你接走了，不是灭亡了，而是你能够紧紧得救。你紧紧得救，你要紧紧得救吗？为了世界要紧紧得救啊？不，受羞辱。耶稣再来的时候受不受羞辱？就是。你紧紧得救了，是不是啊？上帝叫你不单单得救，而且得荣耀、得冠冕，与基督一同做王。听没听懂？是叫你紧紧得救吗？是是。凡想要紧紧得救，不想做王的，这个不是好基督徒。对不对？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啊。听懂了吗？听懂了。你的人傻呀，哪个重要哪个次要他都分不清。哪个重要？一定重要。这世界是主造的，你要主不要世界，你死不了的。不但死不了，而不但不能死，而且进入永生。那么今天我去要那个被造的世界，不要造物的主，你说傻不傻？傻，这真傻。所以不要的造物的主，有了造物的主，世界他想造什么样就什么样，是不是啊？是的，你想要什么都是，都给你，把世界都给你，将来都给你掌管，行不行？行。但你总得心里有一个魔鬼给你个意念，这个意念绝对不是你里边的，而魔鬼借助于你的心，就给你个欲心。就给你个什么心呢？就给你个怕死的心，给你这不赚点钱以后呢怎么办？饿死了，冻死了，渴死了，冷死了，是不是啊？是。就许许多多的意念在你里面出现。有一天在我们那地方不听说要那个要飞世界上整个这个世界都有飞点，那地方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的姓毕的，他就拉了一车那个精盐，拉了一车精盐，走到那地方推着三轮车，噔推一下推回来了，再推一下上坎儿，他又推回来。走那天，我一看是毕子嘛，我说毕子嘛干嘛呢？我刚刚聚会回来，哎呀，我没听说呀，这要非典了来到了，得多买点精盐。我说你买精盐干嘛？啊，世界假如真有非典的。吃精盐就能活着吗？是啊，是啊。来多预备点。你说这人在哪里了？在肉体里，是还在生命里，还在基督里。有人说，那台湾的预备水呢？在洞里挖洞预备水，预备粮食，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好进那大山洞里头活着，有粮食。
那么世界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世界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包没包括他预备那个水？包括，都变成血了。你预备水干嘛？啊，咱们放在山洞里就不成血了。你傻瓜呀，上帝叫你预备活水，对不对？对，等活水来了你就不会渴了，是不是？今天叫你预备，信他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今天叫你预备光，对不对？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预备主的生命就是人的光，你预备活水来，将来在干旱的年代你就不渴了。耶稣在旷野中间为什么不渴？这活水就是圣灵住在你心里，你已经有永生，永不渴了。凡喝了这水还会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他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应许啊？有。你今天预备活水，别预备地上的水，好不好？好。你今天预备生命的粮，不要预备地上的粮。你预备地上粮，你有粮，别人饿着不上你那抢吗？把你杀了，把你粮抢了过去。是啊。傻不傻呀？啊，傻不傻呀？那挨个年前被那个地主富农为什么被斗的？被打死，活打死的。其实就是挨个年前他家有粮，把他打死了，就被给他们定成叫什么地富反坏右。听没听明白？是、啊、把他斗死他，叫批斗，是不是？批斗就批斗地主，批斗那富农，富农地主还有什么大财主，都得被打死。为什么？因为你家有粮食啊，不打你打谁？是、啊、你傻呀你啊！你使劲攒攒，今个攒明个攒，攒两千买把伞，大风鼓去抱红杆。傻不傻？傻傻！你别攒钱，你攒钱就等于给你丈夫攒一个小老婆。你攒钱，上帝要你的命了。你留下那些钱，给谁？给你丈夫的小老婆。给你的妯娌。我说妯娌能听出来？听出来。妯娌就是你跟你丈夫，就是你跟你这个妻子，就是你丈夫小老婆。是一个丈夫，你俩是妯娌。听没听明白？你俩是一个丈夫的妯娌。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是不是？是啊。你攒的那些东西都给他，因为你攒时间，你没有时间去敬拜神了，上帝把你的命夺走了，是不是？是啊。凡在地上积财，属灵的生命不富足的，跟那个财主是一样的，是这圣经说的话，是，对不对？对。那财主天天攒攒攒攒攒，最后钱多了怎么办？盖个大仓库是吧？盖完大仓库了，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呐，是不是？你有许多的什么财物了？只管怎么样？”安安逸逸的，是不是？吃喝快乐吧。傻不傻？傻。灵魂需要的是灵粮，他给攒的是地上的财宝，给灵魂攒地上财宝。傻不傻？傻。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命，看你的钱财归谁所有呢？最后说一句话，是不是？凡在地上积财，是不是里面不富足的，心里不富足的，就跟这财主是一模一样的，下场是一样的。你看可不可怕？可怕。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今天如果在这肉体中间活着，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别人不治你，有一位治你的。是。别人不治你啊，有一位要治你的，是谁？神。神要治你，因为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他给你一句意念，给你一句话，你就接受，就在地上使劲攒，使劲积。所以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哪儿？在地上。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哪儿？你看，耶稣就说说，只要，不要只要，只是单单的意思。是吗？你今天你又没有这个看见，我告诉你，你的危险就来到了，是不是？你也都等着上帝的巴掌都落在身上了，
主啊，没打就先明白，是没等挨打就明白了，是这就少挨打。那么今天很多人呢挨打，是不是挨揍啊？是。这土老帽进城，腰扎腰扎那稻草红，喝汽水不知道退瓶，看电影不知道啥名，挨打了都不知道哪疼，挨揍了不知道哪疼，是不是啊？是。你得知道怎么挨打的，是不是？是。今天在没挨打之前呢，就得防，就得防挨打，就不挨打是最好的，是不是？是。当你看圣经，他会一点点引导你，叫你明白。你明白了就不挨打了，是不是？是。你要不明白就得挨打，是。因为你一头扎进世界中间了，是，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不打你打谁？是的。是不是？是。任凭你扎到世界中间，就得死在世界中间。是不是以利米勒带着拿阿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基连看到这个整个的伯利恒遇见饥荒了，下哪去了？下哪？下摩押地了，是不是？摩押地是不是咒诅之地？是啊，上帝咒诅，是不是咒诅之地呀？是。摩押地是什么？亚门，那个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地方，是不是啊？是啊，是罗德的后裔。他为什么是咒诅之地呢？因为以色列从他那经过的时候，他雇谁？雇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是不是咒诅之地呀？是。他咒诅别人，上帝咒诅他，说世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对不对？对。摩押地是咒诅之地，那么伯利恒是什么？粮仓之地。伯利恒是丰收的意思，粮仓之地的意思。丰收之地如果是遇见饥荒了，你还不往神那想吗？想不想？想。神为什么叫伯利恒这个粮仓之地最后呢遭遇了大饥荒？怎么遭遇大饥荒啊？遭遇大饥荒，这伯利恒的粮仓之地呢没有吃的了。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的，带着自己的老婆拿阿米还有两个儿子，就开始往哪去了？渡过约旦河往摩押地去了。在那地方一住就是多少年？是不是十年呢？常住了。人家在这心在地上，不如果不是客旅，你是常住在这个地上，你使劲为这个地上的这个肉体里积攒，是不是常住啊？是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属这世界。这个人的心是把这世界看成是客旅，这个人的心蒙悦纳，对不对？因为你不在这世界使劲攒，证明你是在这地上把这世界看成是客旅，是寄居，我不属这世界了，对不对？是。我在这世界上过帐篷，过客旅，过寄居的，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你把这世界当成你永恒家，一住多长时间？十年。神就叫以利米勒死了。以利米勒怎么死的呢？累死的，饿死的，渴死的，冻死的，被野兽吃的，跳楼自杀的，还是耶和华叫他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从赐福之地进入咒诅之地，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从神的粮仓之地进入到摩押地，对不对？对。从神的家里进到世界中间，得不得死？死。他为什么得死？以利米勒就代表工人，拿米就代表教会，马伦基连就代表教会中间的儿女。他把整个教会带到哪去了？世界中间去了。你说这工人得不得死？死。领头人死了，是不是？必须叫他死。拿米醒没醒悟？醒悟了。没，真醒悟了吗？没有。后期醒悟。我说这个时候她丈夫死了，她醒没醒悟？没有，没有。他为什么不醒悟呢？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的嘛，是不是这个意念？生老病死，丈夫死，自然的。我这不还有两个儿子吗？咱们今天丈夫死了，没人种地了，我这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可以种地啊，可以给他娶个摩押女子啊，是不是啊？是。拿米压根就没醒悟，就娶了两个，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基连娶了俄尔巴和路德，
做妻子，是不是啊？是，对不对？对啊。这才与世界怎么的为友？为友了。与神为不为敌呀？为敌呀。与世俗为友了，是不是啊？是。娶了两个妻子，是不是啊？嗯。神好，你娶两个妻子啊？我叫你两个儿子一下死，突不突然？突然。是突然还是不突然？突然。不突然。突然吗？不突然。必然的，是不是？是，不是突然，是必然的。神必要叫他两个儿子，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是。哎呀，拿米这时候的想，这是突然的，是不是啊？这是突然的，没事儿，死是经常的事儿。拿米这时候的不这么想。耶和华是我受大苦了，你不就依靠男的吗？以后丈夫给你剥夺了，以后两个儿子给你剥夺了，是不是啊？是是。最后剩下一个老寡妇，领着两个小寡妇，你来吧。耕地的人没有了，种地的人没有了。我看你在摩押地，就硬逼着他回去，逼着他回头。有的人非得逼着才能回头，是不是啊？是。不逼他不回头啊，一头就扎进世界。什么时候给他得癌症了？他什么时候才返回来？我说这话你不信吗？信，不信就试试看。信，谁说我不服就试试看。信，因为这世界非我的家。是是。你总用你这种欲望在里边，这一定不是你自己的欲望，这叫什么邪情恶欲？总想抓一个多赚点啊，赚30万。哎呀，这30万太少了，买一个楼都不够。要赚50万吗？要赚100万吗？要赚1000万？人的心能不能填满？填满。世界的东西不能填满你属灵的心。是。因为你只有那个属灵的主才住在你心里头，才能把你的心给填满。是啊。你想用世界物质界想填满你的心，永远填不满的。我有个小车，看这小车太小了，再换个大的，多赚点换个大的，对不对？我有的楼房，这个楼房的面积太小了，再换个大的。你换吧，你都是给谁换？给肉体换，你根本没给生命换，对不对？你就活在这里的使劲换，越换越活在安逸，越活在安逸的越安逸，越安逸。安逸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欲完人安逸必害己命啊！你活在那个环境越好。你就快了，是，离死不远了。我说这话你信吗？信。注意看，真言书。真言书第1章第32节。1章32节，你是填不满的，你这心是永远填不满的。你如果这么想的，你本身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事。你马上停止了聚会，停止听道，停止侍奉，停止所有的了，都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了？世界身上。魔鬼就故意借着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好处，把你拉到世界中间。这个意念绝非不是你的里边，是魔鬼的一种恶欲在你里边发动的，是不是？不知足的心。1章32节，找到吧？找了。我来读弟兄姊妹详细来看啊。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欲完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然。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呀。你看这句话啊，人今天总想找一个安逸的地方，是不是？是。路西法在天上安不安逸？安逸，安逸了。神给他预备天上的伊甸，是不是？他在那里头有什么？有发光如火焰的宝石，好不好？好。有琴声，是不是啊？是。有没有？有。有金，有宝石，
有许许多多的天使，数不过来的天使。耶和华造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归他管，有能力，长得漂不漂亮，不用化妆。路西法在天上是最美的一个，受造之物它是顶级美的，美不美？美，特美特美的，极其之美的，毫无没瑕疵的。神造的这个天使，把它放在发光如火焰的宝石中间，来往。他心里开始产生什么？这我要能受人敬拜多好，我要像至高者一样受人敬拜多好。受造者要受人敬拜，这个安逸的环境给他这个环境了，好不好？好。发光如火焰的宝石中间来往，是不是啊？弹琴作乐的声音处处都能听见，好不好？好。天使前呼后拥地维护他，好不好？好。美貌长得特漂亮，再找不到那么漂亮的天使长，是不是？遮掩约柜的基督国，有没有权柄？有。操控了大权，是不是？是。美丽无比，你今天追求什么？美丽吗？不追。哎，他在那个环境下好不好？安不安逸？安逸。直线的坠落，直线的坠落下去了，是不是？是。为什么？为什么？啊？这是被造者在安逸情况下，我这个肉体是不是被造的？是。被造活在安逸情况下就会堕落。是。不信你看，你就一定是堕落的。这被造的生命不能放在安逸的环境下，一旦放在安逸的环境下，就一定会堕落的。是的，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把这个活在这个被造的生命中间，受魔鬼的迷惑了，活在这个受造的生命中间，早晚有一天你会堕落。亚当安不安逸？安逸。上帝把地上伊甸园造一个亚当，叫他活在那里，不愁吃不愁喝。是不是啊？嗯，用山东话，不愁吃了，不愁喝，是不是不愁吃不愁喝？是啊。用不用劳动？不用。用不用做饭？不用。用不用洗衣服？不用。用不用耕种田地？不用。不用的。要吃的有吃的，要玩的有玩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活在伊甸园里，活在上帝的恩典中间。今天有多少人把受造这个肉体放在上帝的恩典中间，心灵没放在上帝的恩典中间呢？啊，这里边这从神生这个生命，他不放在恩典中间，他把这个人放在恩典中间。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危险就必然来到，危不危险？危险。愚昧人被盗必杀其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其命，这一定会害命的，是不是啊？是是。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是不是啊？是。你唯独听耶和华的话，是不是？你一旦你在安逸的环境下，你就说完了。神为什么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让他在埃及地永远住安逸的生活，把他领到旷野中间。为什么？就害怕人一旦安逸中间了，就把神忘掉。是的。是不是？是啊。时间长就把神忘掉了。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八章，《利未记》后面，《民数记》后面就是《生命记》啊。第十二节，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恐怕你吃的饱足。神为什么把以色列带出旷野，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到旷野中间？恐怕他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他不让你，他叫你过漂流的生活。基督徒他是漂流的生活。是的。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基督徒。
是不是？世界漂流的，我们把这些隔上，一定不要合上，一定要隔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基督徒一定是漂流的生活，基督徒肉体一定是漂流的，基督徒的心灵一定是找到家了，听没听明白？基督徒不适合肉体住在最安逸的环境下，是啊，只要住在安逸的环境下，你肯定堕落。你从前怎么追求，只要你今天被魔中了魔鬼的迷惑，魔鬼说住大房子，住好房子，住漂亮的，叫人夸赞嘛，是不是？开着好汽车，是不是？住着好洋房，别人才能称赞他，多赚钱，银行多存一些钱。听没听明白？这不涉及到技术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这不是行为，这一定是被盗，以另外又拜了一个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轻那，是不是？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误那个，一定是这样的。是的。你不信你试试看，从前使劲追求，使劲追求，被魔鬼中了魔鬼，一个逆念，多赚点钱吧，多赚点钱，钱少了人呢都瞧不起你，钱多了才瞧得起，所以上帝就渐渐的，是不是啊？就开始动手了，就开始在你身上动手了。你听不听明白？听明白。好，往下看，往下看这段经文，第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基督徒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一生都在征战。你如果不征战，顺服了魔鬼，魔鬼今天就把你拿下。听没听明白？打退了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刑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基督徒一生是漂流的。是的，肉体这个被造的肉体是在漂流中间的。是的，对不对？对。肉体不能在安逸里边，肉体在安逸里边，就是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一定会来到的。是的。你几时活在几时？你住在安逸的环境下，你几时就完了？肯定有危险要临到你。我们再回到，如果今天你肉体是住在家里头，你心灵却荒凉了，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是最危险。不管你今天你听不听我，你听不听我讲道，是不是啊？你从前听我讲道讲的最多的，最后你就放弃听到了，一心的都抓世界了。中间你看有很多人听我讲到前面可火热可火热，最后抓世界去了，一头就扎进世界中间，抓世界拉都拉不回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只能到死了那天，就是只能上帝的手加在他身上，是不是？他进到哪里去了？进到被造的肉体中间。亚当进到被造的肉体中间，就算是主吹的一口生气也得堕落，是不是？是。因为他活在被造的肉体中间，他一定会堕落的。路西法在天上堕落了，亚当在地上堕落了，因为他追求的东西已经是变了，不是追求生命了，不是追求与神和好了，不是追求与神相交了，乃是追求着世界上的好处，与鬼相交了，听鬼的话，鬼在这里面给个意念，他就接受这个意念，这个意念就他马上这个人就变了，
你不信你看，一旦人接受鬼的意念，马上这个人变，你招都招不回来。你说来聚会吧，没时间呢。他跟那道不亲近，他就跟王一浩就不亲近了。他跟王一浩不亲近呢，他跟那个整个的教会弟兄姊妹都不亲近。是的。那脸就这样。那脸就这样，鬼脸就出来了。是不是他不爱就道了？是不是？是啊。这道是不是神的道？是啊。他不爱道了，那么今天爱世界爱父的心马上就不在他里面了。是啊。是啊。他马上那个脸就青面獠牙的，是不是？是啊。他就不像从前那样，从前这道真好，哎呀这道真好，头一次听见这道，这道真不错，追求天天在那听。就天天在那听。是。最后他就不听了。为什么？因为有勾命小鬼儿，是不是有勾命小鬼儿？是的。那勾命小鬼儿往哪里勾？我喊你们，这魔鬼就会说话了，是不是？你们来世界上吧，你们来吧，多赚钱，多杀世界。你就放弃神的道了，来，来呀！不是吗？是啊，是啊，是啊，不是债主，不是债主，你这妥了不好。你这被魔鬼勾引去了，是不是？是啊。你还有时间聚会了吗？没有了。你还有那爱心去聚会了吗？没有了。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主绝对的话。是啊，是啊，这是永远不能更改的话。是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啊。从前王一浩上哪我就跟着跑去听道，是不是啊？这道真好，好。感谢咱们大为主，这道真好。最后从他嘴里也说那也是他那一张嘴，这道错了，这道不好，是不是都从他那一张嘴里出来的？是啊。哎呦，他这个嘴是什么嘴？啊？这什么嘴？好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不好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是不是？爱世界了，这个道就不好了，是不是？是啊，是啊。起初不爱世界的时候，这道真好。这一旦爱世界了，这道就不好了，是不是？是啊，是啊。想方设法攻击这道。听没听懂？听懂了。肉体不能再安逸，不能给肉体设计宏伟的蓝图，是不是？是啊。给自己肉体设计一个空中花园，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建造的象征，建造业谁也比不上巴比伦。巴比伦才在空中可以建造，建造什么呢？空中花园，到现在没有人建造空中花园的。巴比伦是自高自大的象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帝把他的头发变成鹰毛，因为自高自大，是不是啊？把他这个手指甲都长成鹰爪子。在野外就跟那兽一样，吃草如牛，被天路地施。你听没听明白？巴比伦王一历史上兴起的王都是自高自大的象征，是不是？是世界上建造的，是不是？偶像的发源地，世界建造的中心，对不对？对。追求世界，谁也追求不过他。现在教会中间建立巴比伦的多不多？多。建造成巴比伦，将来末后时期要审判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淫妇，淫妇就是与世界为友的，在世界中间实践建造，抓世界的，最后就成淫妇了，对不对？对。你看这淫妇呢，主要建造什么？啊，那肉桂、豆蔻、香料，是不是啊？这都是世界的黄金、乳香、没药，是不是啊？是。珍珠、玛瑙。翡翠是不是这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啊？是啊，客商都在就玩客商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心不是巴比伦的心，不是世界上建造的心，我们乃是追求属灵生命长大成人的。哦，
长成麻油基督长得的怎样？里面见到，不是在外面见到。一旦人从里面跳到外面，这个人马上就变样了。你看呢，那脸一拉的这么长，仅次于长白山。你信不信？信。他跟你就不亲了，跟世界的人都亲了。是啊，是啊。跟世界的人称兄道弟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根本那脸就是不一样的。是。嗯，现在传销的、直销的，还有这销的、那销都到教会里来了，因为教会弟兄姊妹有爱心呐，是不是？一买他就直销的东西，所以都传到教会里来了。我不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个传到教会，因为一旦你把这个传到教会里来，上帝就要向你动手。是的，是的。你教会只能传主的救恩，只能传真理，只能传福音。是的，是的。是不是？一旦你抓住了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你把直销，是不是传销，还有其他的销，都带到教会里来，你等着吧。神不会放过这样的人的，你爱上哪传上哪传，不要到教会里来传，是不是？是。你既然干上这行了，你就上一边去传，不要在教会中间传。你在教会中间传，上帝不会放过你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也不要轻易的动心，他传的东西你就去买，他传你就买，你傻呀你啊！是，他白给你也不能要，是，听没听明白？是，这涉及到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教会就是传讲救恩的地方，不是做买卖的地方。在我们那边高温琴一开始拿着衣服卖不出去，上教会弟兄姊妹有爱心，一个人都为了讨好他，都把他衣服给买光了，下回他还这么干。他干得越来越厉害，你要不要效法他？他是教会的那女的，是教会的叫头羊，卖衣服。教会头羊用卖衣服吗？用不用？用。用卖枕头吗？不用。那么今天你把那直销弄到教会，你跟那个季风文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两样？你跟那高文琴有什么两样？三字会的他可以那么做，因为他们那些人没有生命。我们这群人要不要接受这些东西？不要，不要，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利用这些东西在教会中间混乱。是，听没听懂啊？听懂了。你爱干传销你就传销，你不爱不怕国家抓你就抓，你爱干直销你就直销，你别上教会里抓，好不好？好。抓住一个弟兄姊妹有爱心了来买我的东西吧，上一边待去。听没听清楚？听清楚。教会就是敬拜主的地方，你一旦干上这行了，你说完蛋了，你这个人算完蛋了，是不是？有人就利用这些，这是魔鬼在利用，混乱主的道，混乱教会。听没听懂吧？听懂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啊，我先打个预防针。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一旦有这样事，弟兄姊妹异口同声的拒绝他，好不好？好。一定要拒绝他。你要卖什么东西，你上一边卖去。当时耶稣进了圣殿，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做买卖。是不是？兑换银钱，做买卖，贩卖牛羊鸽子斑鸠的。嗯。耶稣当时就了，是不是？嗯。就开始往外清理。耶稣愤怒了，是不是？这原是我父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什么了？地窝。贼窝了。这就是贼窝了，贼进来了，这是毁坏葡萄园的狐狸呀。是是。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人一旦进到这里头，你还能够敬拜神了吗？都为钱了，都为了赚钱，是不是？是。就想好事了。你先赚多少钱，上帝都叫你洗劫一空的，不会叫你赚到钱的。听没听懂？听出来。好，看第八章第十二节，恐怕你吃的饱足。神为什么怕人吃的饱足呢？啊，人一饱了，饱足的人有没有货了？有货。耶稣在论八福的时候，论货的时候，说明说饱足的人有货了。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了，你家里的物质界的东西都加增了，
全是好东西，是不是啊？是。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这地上的肉体一活在安息，你马上就忘记他。是。不管你这个人从前怎么追求，一旦你这个心落到世界中间，你马上就是这样的，你对主不爱了。听没听懂？听懂了。往下看，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啊。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所以上帝不用你得，我亲自在旷野中间供给你。恐怕你这么说，听没听懂？神不愿叫人这个肉体、这个被造的肉体在世界中间活着，但魔鬼想方设法把你从基督里领出来，来上这来，给你意念，把你勾引出来，叫你上哪？转世界去，是不是啊？叫你天天想着肉体上生活上的富裕，生活的富裕，你想生活富裕还能不能想神家的事儿？不能。一个人能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好，我们看箴言书，箴言书诗篇的后面，传道书前面23章，箴言书23章第四节，这句话是旧约说的，一会儿我得找新约耶稣说的话。说这旧约的，你查的是旧约，这句话超时空的，不分旧约新约，这不在约里头。听没听明白？这是上帝说，绝对指着你，只要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这里面，就这么说的，是不是？是。第23章第4节，不要劳碌求富，修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钉钉在那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一旦钉钉在这，你忙碌所有的，上帝就都叫你落空，就像如鹰向天飞去。钱财突然没有了，不信吗？信。一场疾病进医院里，钱财洗劫一空。是。有的化疗，头发化没了，是不是？是。有的上医院去，住院，是不是？手术，好不好？你没有钱，你不能手术。上帝说，你没有钱，你就这么仰赖我，不让你手术，也没有那病。你一使劲往上抓了，就上帝就隔几天给你个病，是不是啊？是。给你的病，人只能苦待你，给你化疗，头发化没了，给你割一刀，往里头掏一掏，把里头藏的五脏全部给你掏出来看一看，里边咔咔把你剪一剪，剪完装里头，再给你缝上，正常口子，是不是啊？你有多大肚皮，给你嘎拉多大口。你真正敬畏神的人，上帝就是告诉你，让好处都不缺。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抓世界这个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就活在肉体中间，受魔鬼迷惑的。是是。就活在私欲中间。是。这一种活在私欲中间就抓世界的。根本跟正常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得我，这是两件事。你就不追求神，不要神了。听没听懂啊？听懂了。开始抓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亲不在他里面了。可不可怜？可怜。这样人是最可怜的，他都不知道疼，他都不知道的，是不是啊？是啊。魔鬼一迷惑他，他活上了，是不是啊？是啊。是活上了。是。最后都不在乎了。是不是啊？割刀呢还不知道这是出于神呢，是不是出于神？是。
有的人迟到的上帝都没给机会，有的人上帝要给一次两次的机会，有的人机会都不给，直接拿走，是不是啊？是啊，要了你的灵魂，看你的肉体怎么样的，在地上还能活着吗？就为肉体抓呀，这肉体是土，是帐篷，它不属于我，对不对？对的。我住在这里就抓世界，我住在基督耶稣里就爱父，是不是？一抓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正好，对不对？对。他俩是正好是什么对立的？我一抓世界，爱父心就跑了，就没了，是不是？是。所以这些人，凡是从前火热听到的人，今天都不听到。他为什么不听到？因为爱世界了，就追求世界的丰富，是不是啊？追求世界的富有，追求肉体上的丰富。你即使出现恩典，不在乎行为，把那行为应用在这个地方。啊，你抓世界是恩典吗？不是。我那不抓世界才是恩典，不抓的神给的就叫恩典。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你自己抓的这叫恩典，人做工得的工价，是不是？是啊。我没做工就得工价，这叫什么？恩典。我不但得属灵的恩典，我还肉体上的上帝也加给我了。是的，说没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加给你了。是的，因为你不配神使用，所以上帝怎么样？不叫你活的那么时间那么长，白占地图了，是不是啊？是的。所以不要劳碌求富，是些劳啊！有的人天天为这钱的事儿，哎呀，劳的不行了都，劳碌啊，就在劳碌里忙碌，求富。是不是要求富啊？是，别穷了，因为我活着呢，我要像财主，我死了时候才变成拉萨路，是不是啊？是啊。活着时候的是谁？财主，财主有钱吗？等死了之后才变拉萨路。你听不听明白？有的人的信仰就在这里活着，能好不能好？不能好。是不是想在世界上做一个富有的？耶稣说富足的人有祸了，不信看，富足的人有祸，是不是有祸了？是。追求肉体富足的人有祸了，是。追求属灵富足的人有福了，是。对不对？对。所以你在哪里追求很关键，你追求的方向错了，你整个的这个人马上偏离正道了。是。偏不偏离？偏离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网络，落在迷惑里头，被撒旦迷惑，是不是啊？是的。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是不是刺透？愁不愁苦啊？愁苦。上帝告诉你，凡劳苦当中，你要劳苦求富的人来到我这里来，你就得享安息。你没有得享安息，证明你没真的到主面前来，全外面肉体到主面前的，要是心灵没到主面前。所以那肉体还在那干什么呢？还在世界里忙碌。真正有信心的从肉体出来，不抓世界了，是不是？靠主有大能来养活我们，我们是为了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对。不管什么环境，上帝把你放在各样环境操练你，最后你可以适合各样的环境，不但中国的，外国也差遣你去，因为你是上帝合用的器皿。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不要叫那个钱财如鹰向天飞去了，这时候才反悔，才想起来。我现在跟你讲，那么今天呢，就是叫你归向基督，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不在亚当里生根建造，对不对？在生命中间建造，不在肉体里生根建造，好不好？好。到时候你就想起我说的话。一种比喻，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魔鬼的诡计，明白神的话，人的话和鬼的话，因为今天你带领我们。
使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不受魔鬼的迷惑。魔鬼用世界的好处来迷惑我们，叫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然而今天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必要胜过这些一切。因为今天你所给我们的信心就胜过世界，今天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来胜过仇敌，胜过世界，胜过撒旦的迷惑和陷阱。因为魔鬼想要把我们带到世界中间，今天你必借着我们所给我们的信心来胜过他。因为你已经败坏了仇敌一切的计谋，仇敌在你里面毫无所有，他也在信的里面毫无所有。谁信耶稣，魔鬼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是的，请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正路，使我们不再爱这个世界了。是的，因为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是的，乃是客旅，是寄居，是帐篷。是的，我们今天住在帐篷里，劳苦叹息。我们并非要脱下这个，乃是要穿上那个。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智必得大赏赐。求你赐给我们赏赐，使我们今天不追求世界的好处，只追求在基督耶稣里的好处。因为我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在基督以外没有好处。就求你将基督以内的好处赐给我们，将属灵的好处赐给我们，叫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听我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